朋友们，苦逼的生活又要到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铁，咱这一晃啊，差不多得有七八个年头没见了不？不过咱这一天一天可没闲着，朋友们。天好人如意，把下都合适。妹妹，你只想说咱的门面贴到了，说。就是不承认，俺想咋贴就咋贴，俺就这样贴。我估计过年贴到了也不是咱自己，俺不懂。因为咱这边穿双得到九号能上门，咱新车所以说入不了库。那么好了，明天就到九号了，今天咱把小院收拾一下，等会去公司买个保险，看能花多少钱，然后明天准备上货。咱也就是刚收拾好就遇见需要帮忙了，24伏电源咱已经准备好了，出了门咱就干。我也不会使啊，我不抽烟，买了就是给路上朋友使的。说实在的，咱这玩意用一次我是忘一次，刚才还是翻出来以前的视频看看才知道咋用的。停了，上就来。哎呀，大奶瓶吧，哈哈。就这对咱来说不是小事吗？走吧，卖轮胎员。我俩说要去卖轮胎呢，因为咱带了一个备胎，还有这方向轮儿当俩玲珑的。妈的，我讲好，咱方向轮儿得去换一个好的。走吧，和云五菱内部专用修理厂，也就是几公里路程。朋友们，俺大娘介绍对象，他小孩又来了，你说咋弄？你以后可不要学搬瓦铁吗？铁。来启动。先系上安全带啊，朋友们。哎呀。挂档，旋扭力 ，A 扭，松手刹，起步，打左转向。朋友们，咱在家怕时间长了没有收入也不高兴啊，因为天天都是在家吃吃喝喝。仔细想，咱裤袋儿钱是固定的，要再不出去干活，我是真维持不下来了。这次出门一分钱挣不着，还得花大钱。朋友们，咱已经到修理厂了哈，现在人家老板去给咱哭要的这个轮胎的价钱。带来钱去看轮胎，你这属于永通健行代理不？代理。就这一款啊，有咬往上一顿。这里保险的呀。啊，对面，我就相中健行了。我说实在话，健行忠实粉丝，老板你给我开辆高端的健行。然后等你拉我那轮胎价。OK， 这股子钱了不补。你只管说，哎呦，你该让多少我多少，我也不为你多要是不？感谢老板兄弟。不好处了，朋友们，这价格咱就不报了。刚才老板给他看了一份，说但是尿素可能没有了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尿素表，哪个是油表。现在出的尿素他都不是带尿素棒的，都直接用气压顶的，都是一代比一代先进。前两天真不知道，咱尿素都没有了，那俩表我一直没弄清到底哪是哪。咱车队里边朋友多，开国六以后还有好多要学习的地方。听说这上面都是不锈钢的，咱压根没必要用那个膜，等以后发热碳化了，你解都解不下来。这个咱提新车时候都没钱啊，来吧。哦，就弄这是吧？直接收了，就是确定车辆没啥情况的时候把它拽掉就行。这你想退也退不掉了。后面咱过两天准备去装一个300侧曲的，意思把这上面也封满。我在想了，如果咱要真封满的话，这下面有个管子一旦磨了，是不是？就不好摆布了，这上面还封不封？你们有封过的吗？给点经验。这回大方向轮说咱也发现个问题，果子给的轮胎乱转，证明它不带刹车。不知道明天审车耽误事不？新轮胎已经滚过来了，健行296最高端，目前是。其实让厂里面带轮胎也不孬，我总觉得来到家自己花钱花的舒服一点。目前这边就交给老师了，咱想上里面去找一下老板，探一下咱的保险的问题。今天不止保险，还有咱这车要买税，正规公司哪一点来都不能马虎，这样的话咱得让老板给咱算算了。什么是购置税？挂上的购置税，挂上的车管税，整车保险，回家一说。小算盘一瞧，咱这又是大手笔啊！谢谢啊！你个一条那操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干活还得跟着大五六，这一系列操作不用咱问事，保险、税啦，各方面都给他安排好了，明天就等着入户就行了。那么这回该人问了，马铁，你咋不落个人户哎？这个问题我来回答。首先落人家户里边，人家有货源，咱得跟着人家干。其次就是俺永通这边啊，就没有个人户，所以说落这边，咱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？朋友们，但是大红娃已经带了十来天了，剪掉吧，我那太香烟哈。你咋说的真呢？是，明天审车影响我，不要让他挂了。剪掉吧，剪掉吧。朋友们，苦逼的生活又要到来了，以后随着咱大宝贝叱咤江湖。今天马上结婚，我这求婚礼我也没包，我这穿多年鞋了，穿个花。我一脚踢你到哪里呀？你说。朋友们，鸡蛋面条，配上点小腊肠，东胜菜，
给孩子们弄的花生日，今天也叫他们放纵一把。我觉得他啥菜他都不得面条的，这天今天这天视频咱先就到这吧，明天正式给大宝贝选个号，具体是用哪里老号呢还是选新号，到明天看说法吧。我的腱肉哈，今天眼线了，后乳线那种，十斤肉四两盐多，减到三两试试，明年再试。今天这天视频先就到这吧，来听饭，记得关注点赞支持我。